Chris， 我们去游乐园好不好？游乐园是小孩子住的地方，要去你自己去，反正我没空。我听说新建了一个海底世界，要不要带你去看看？真的吗？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走走走，我们去换衣服，走。我不跟你一起，跟你一起会打扰我的心情。妈妈，走走。吃成圣诞老人了，来看鱼喽，看鱼吧。哇，你看鱼是不是在一起游啊？挺辛苦的，他是真的想跟你亲亲。哎呀，你就给爸爸一次机会，原谅他好不好？我就是想惩罚他。来 ，Chris， 吃甜点。我来给你拿。哇，我还没原谅你呢，我只是饿了。来了，哎，你看，裤子真是长大了，裤子真漂亮。果然是随了某人的特殊基因了。这特殊基因确实很优秀啊，而且这金发小女孩也不错。嗯。哎，谁让你穿这么暴露的？我不是让你穿睡衣来的吗？这么热的天，你想无俗啊？记住啊，你是有夫之妇，谁允许这样穿的？我的身体啊，我做主。我告诉你件事情，这不对，应该是我做主。盖起来，盖起来，盖，盖起来，我不盖。那你不能这样穿，我不能这样穿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苏女士，余生请多多指教。好，亲爱的柠檬精先生。我们都不愿相信美梦破碎的太轻易，还以为抓紧了回忆就够彻底。少儿不宜，少儿不宜。眼泪清晰，多空落地，时间像大雨，灌溉谎言沉溺。Chris， 早安呢？哎，你怎么不吃早餐呢？我看到你，我都吃不下饭了。不吃早餐不行的。来，爸爸今天陪你吃早餐。这个是北北的，这个也是北北的。
北北一个人不能坐两个人的位子，你这样不讲道理啊。你以前也不讲道理。好，那你说我现在要坐哪儿？那好，如果我坐那边，你会不会比较开心啊？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妈妈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腿。哇，谢谢贝贝，我最爱吃鸡腿了。你怎么坐在那儿？啊，我今天心情好，而且从这边坐着看我儿子的角度最好。哦。哎，越看越像，跟我一样帅。Chris， 不可以这样对爸爸，没礼貌。那我可以坐这里吗？嗯。哎，来，吃鸡腿。这个鸡腿太丑了，我不想吃。嗯，那妈妈吃，妈妈喜欢吃鸡腿。来。这鸡腿啊，确实配不上我儿子。来，爸爸帮你消灭它。嗯，嗯，嗯，来，你吃这个吧，配得上你，颜值又高又可爱。嗯，哼。对了，我下午想去医院看兰姨，想给你请个假。我也想去。不行，医院细菌很多，你今天跟着我。贝贝，嗯，我不想跟陌生人走。我是你爸爸。我要换爸爸。啊，其实我觉得原来的爸爸挺好的。乖，快去吃饭，坐好。奶奶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看你，真像失败的战斗机。你知道妈妈现在在干嘛吗？不知道，但是看你的表情，她肯定是在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那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如果把你妈妈骗走了，你就没妈妈了。明明是吃醋，还说那么多废话。你让我给你追媳妇，那就直说。走，我们去北北家等他。走。奶奶，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全都送给你。妈妈不让我陪你去。
之间隔着玻璃，看得见却碰不到你，装若无其事，放任渐渐成瘾。我们都暗自清醒，以为拥有好过失去，天真的卸下防备，交出自己。如果我们苏北，是否还会相遇？是否还会？苏北 ，Chris， 你们在哪儿？苏北 ，Chris， 你们在哪儿？爸爸，你看，我有个盲人。Chris， 先生需要帮助吗？我没事。苏北，你在哪儿？你们在哪儿？苏北 ，Chris， 苏北，苏北 ，Chris。心事轻轻躲进眼底，眼泪轻轻苏北落地，苏北像大雨，苏北你们在哪儿？苏北，爸爸，爸爸 ，Chris， 是你吗 ？Chris。爸爸，木兰，我在这儿，我在。苏兰，我找不到你们，我在，我找不到你们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。苏北，给我出国做手术吧，好吗？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上楼睡。你不陪 Chris 了？这小子，我迟早扔了他。对了，我买了两张去伏羲岛的票，我们偷偷去。工资不管了？有月婷跟云帆在啊。我现在只想管你。你过来告诉妈妈为什么呀？祖奶奶说了，北北肚子里有小宝宝，不能碰北北。哎，哎呀，你过来干嘛？小心我把你扔掉。你敢？祖奶奶说了，如果你把我给扔了，她就把你给扔了。没有，妈妈只是困了，我送她上去，等会儿就回来了。嗯，你看啊，我也困了，我跟你们一起睡。哎，